大家好，我是从不无理取闹的小狐狸。你好120，喂，我要加辣。什么？我要加辣。我这里是110报警中心，你要怎么加辣？小龙虾。小龙虾加辣。嗯，你要报警吗？嗯，我这里不是点外卖的，我在跟你说清楚。我知道，什么时候送过去？马上。马上是吗？嗯，马上马上。你是要求助吗？你就回答我是还是不是。是。有困难是吗？嗯。遇到危险了不方便说话吗？对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马上。事件后续如何，我们会更新在评论区，跟小狐狸一起探寻新闻真相吧。